母亲节，感谢妈妈辛劳，进一步鼓励生育。苗栗县造桥乡公所呢，不分男女哦，送给了所内所有的同仁一束康乃馨，强调性别平权之外呢，针对有孩子的女性同仁哦，额外致赠了礼金红包。一早收到乡长亲自送的花束，令人心花开。提前庆祝母亲节，苗栗县造桥乡公所送同仁康乃馨。中央康乃馨再转去送本妈妈，一张充电。哦，本身也是母亲呢，也是妈妈，哎，就改只红包，哈、哦，比因为俩人讲呀，生意较好用，哈、哦，所以也是主要的出发点。公所同仁人人有礼，除了母亲节花束之外，针对有孩子的女性员工，额外还有乡长许连斌加码的礼金红包。母亲节前面的日嘞，哈，啊，收到两份。发老嘅用嘅礼金哈，就是礼物当欢喜。所以每同仁全部有康乃馨，另外又还有红包啊，哈，我当有心，哎，现在同仁嘛有呢，哈，都上庄一次都对个同仁当有注意，当有关怀哈。加码红包的用意，除了慰劳妈妈辛劳之外，赵桥乡生育率排名全国后段班，公所希望能进一步催生。初期的访问呀，生育津贴就讲，第一胎五千，对转多变翻五，第二胎两万，第三胎3万，哦，希望因为初期上全国排名后生名啊，所以希望加压拜，哦，支压访问继续来推动生育补助。苗栗县生育津贴第一胎10000元，赵桥乡额外再补助15000元，借此鼓励多多增产报国。